观众觉得蓝白一定会合吗？觉得蓝白会合吗？总统怎么看柯文哲说要比民调？谢谢。那总统民众党说民调输了退选，蓝总怎么看？主席请教一下，就昨天科办抛出第一张翻公测民调啊，闹出了退选，主席怎么看？我想蓝白一定要合作，蓝白也一定要团结，这个是全民的共识。我们正在努力的就是，不管从基层开始，就像今天我们在台南，陈以信的总部，我相信不但国民党的朋友会支持信，所有在野的朋友都会团结，包括民众党都会团结支持陈以信。我们就是用这样不断的堆叠，从立法院的党团到立委的选举，最后在整体的大选当中，我们都能够团结合作。那这个过程当中，当然就是要不断的堆叠善意。明天柯主席要去美国访问，我也祝他去美国访问一切顺利。像昨天你跟这个柯文哲握手，那他旁边的支持者都喊说合吧合吧，那真的会合吗？柯文哲其实伊做台北市长，我做新北市长，我两个双北合作相当的合作愉快，所以我们彼此之间沟通都没有问题。尤其他明天要去美国了，我在这里祝福柯文哲美国之行顺利圆满。马总统，今天上重要的主角。咱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，咱的立委候选人陈以信，会场所有的贵宾、所有的好朋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是咱全台湾，咱所有立法委员，参咱的总统候选人联合竞选总部，头一个成立的，头一个成立的。咱特别要来祝福咱台南在地主席陈以信会当得到咱乡亲的肯定，相信你欢迎做咱的区议会大家好无？好。过去的四年，伊的表现受到大家肯定，讲实话啦，伊是真真正正伫监督咱的政府，做咱的立法委员。无亲像民进党选出来的立法委员是完全的护航，咱欠账的时阵无讲半句话，咱欠钱的时阵国体政府护航，像这款的政府，咱予伊下台好不好？啊！咱的陈以信来做咱的立法委员，大家好唔好？啊！上重要，咱的总统，大家团结一致。集中咱的选票，让咱的好友谊来当选咱中华民国总统，好不好？好。安尼，中华就会和平，咱民族就会过好日子，这是上重要的目标。今天日是咱全国各地咱所有区域的立法委员，拢会跟咱的总统候选人合作伙、合作伙、联作伙，咱做伙拍拼，咱共同争取所有选票。最后，拜托咱所有台南的乡亲、是大好朋友，共同支持侯友宜，共同咱替咱的家己的主席陈以信，10月13日胜利成功，一定是咱的。拜托大家，多谢大家，谢谢。怎么样？你还卡到这边？没有，我这边刚才就已经下脚架了。大哥，你背心姐，哎呀，你带到后面去。先不要动，先不要动。
丢。新北市长侯友宜先生，民众党主席蔡文铁先生，英灵基金会创办先生，苗栗县长张东进先生，以及现场国旗标杆美丽代表文武百官院长。中田中由主席委员洪俊华，副主席委员叶文敦，常务干事吴若成，率领管理委员会全体干事委员一同，向着第三尊中田中天上石庙，来自不中不富幽中诸天神像，以及祖地妈祖。昆明妈祖连三拜求礼，见有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、五谷丰穣、四时有灾，大家来意再见有。恭祝诸天神圣，天上圣庙，是为天地庇佑万民，永会平生信众一心。中天宫建庙160周年，祝贵应山尊庆典活动万万顺利，三片香。祈求诸天神圣，天上圣庙来庇佑，庇佑着国家国运昌隆，百姓安居乐业。殿前诸位贵宾，各级民意代表。善男信女以及众国阮地主金鼎，该年吉星高照，贵人天助，殊荣丰足，共享有余。蓝天碧国，路达千祥，他达福地，迎敌多罗宅，再献香，请一香莫罗。全体一同再向中天宫天上圣庙，来自国中国父诸天神圣，做客妈祖、昆明妈祖，迎三鞠躬礼，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礼行。请各位员吼，啊，引导咱每一位贵宾吼就座，吼，咱每一位贵宾就座，咱现场马上就咧举行着咱开幕典礼，啊，而且非常。